我喜欢气走很久，我想制造点多出的机会。喜欢气走？嗯。小七，你喜欢气走？这俩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找我什么事？那个季总，我是想感谢你刚才对我的夸奖。不用谢，你的工作能力我也看到了，就给你提前转正吧，然后调到宣传组。啊，不不，季总，我觉得我公关能力有限，还是让我去西宁旁边做助理吧。也行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那个季总，我是想说你真是非常好的老板，你比贾玉俊，不，甄一俊好太多了。我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因为公司问题，贾云俊居然有版权来卡我转正，想借此裁掉我，我一定会努力拿到版权，让他刮目相看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工作认真，没人敢裁掉你。谢谢季总。你没什么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？季总。我虽然非常感谢你实现我升职加薪的愿望，但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出去。为了你好，你最好现在立刻松开我，否则别说升职加薪，我立马让你走人。季总，其实……其实什么？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喜欢我？嗯。刚才的话，我就当作没听过，松手。你怎么难道没听过呢？你今天要是不答复，我不会放你出去的。你真喜欢我？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。一个人的出场顺序很重要，有时候不是你不够优秀，而是你不是主角。有时候认识的时间长不一定能够走到最后。完了完了，季总，今天出了车祸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万幸都没什么大碍，就等警方出结果了。没事就好。西宁呢，是我们公司艺人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希望他因为你的事情出事。当然，我也不希望西宁出事。我想先感谢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小七，对吗？今天上午谢谢你救了我。伤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就不用了，妈妈就儿。我是说，我妈从小就教我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没事就好。你没事吧？多亏了你逃过一劫，我没什么大碍。两情相悦，双向奔赴，夫唱妇随，这是什么绝美 CP？他该不会是想剁了余乐的手吧？小七，咖啡和蛋糕给你放桌子上了，记得吃啊。好，我吃。我知道，我先去练舞了。好。我有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这么快就走了？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。他还有事要忙呢。嗯，是要有事，毕竟为事业。等等，小说中这段情节会有误会发生，不行，我得去阻止。娱乐，哎，你去干嘛呀？那个西宁，赶紧拦住他！你怎么了？这要出事大事儿。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
你的伤会不会感染？女孩子千万不能留疤，我看一眼。没事，小伤，没事，我脸上行。你的伤呢？伤？什么伤？你不是手术伤了吗？衣服上还有血呢。也行，就先扼杀掉男二对西宁的妄想。是。你适可而止啊！啊，嫂，我头好晕啊。不会是脑震荡了吧？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啊？有，我胸又痛又闷，我。再装扣工资了。季总，你怎么能说我是装？哎呀，怎么还吐血了？那赶紧去医院啊，季总，不能见死不救吧？都说暗恋不见天日，小七好勇敢啊！希望所有的暗恋都能开花结果。去医院的，实在不行去急诊室开个刀。来，为了这出戏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不，